想着去教会，每天想着他们，我没有电话，有电话联络这样了，我们互相关心啊，好像这个礼拜没有见到他，我们就会打电话问他们为什么没有来啊，怎么事啊这样了，互相的关心关怀这样了，好像亲兄弟姐妹这样的。现在我也带我老婆去教会认识他们了，那么现在我的老婆也是跟他们很熟悉了，常常出去走走，没有这样寂寞了。